Malong, the best attacker in the world. One of the best match I have seen, the best attacker versus the best defender. Good球,马龙再拉。 在对这个比赛的投入性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所有运动员当中做的最好的，能够先适应，比赛。 虽然说朱世赫是一名削球运动员，但是其实他的这种进攻的，丁宗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削球运动员，他这种进攻的质量，包括尤其爆发力还是非常出色。但是朱世赫呢，不仅仅是练一些削球的这个技术，有时候还专门花一些时间练一些主动进攻的一些内容。对。 起来，马龙反拉，好球！这反手弹击这个球，真的是精妙。确实有这种削球运动员独有的这种。 我记得当时有一年打乒超联赛，我们是在半决赛，不是6-0领先，7分的6-0领先，接着被朱世赫逆转，也说明他这种坚韧的这种意志品质。好球！中央台转了，打完之后，上坤，我当时还在想啊，我有印象这比赛，我发球的直接抢攻。哇塞，没想到我。
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一个 主要打哪方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发球抢攻尽量多突破吧。应该作为削球的运动员，他的这种周旋的能力还是尽量不要给他打持久战，打持久战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，达到一种比较巅峰的疯狂的状态。看来今天。 如果是没有机会的话，尽量还是以这种旋转为主。但是，一旦有机会，一定要一下制敌，尤其是落点上面，还是尽量的能够往朱时克的中间去一去。 训练啊，基本功的训练还不够。 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的占据场上的主动权。 太霸道了，对，也体现出马龙的手感，因为朱时克削了一个死马被马龙救过去了。实力来说，尤其是从打削球这种能力来说，还是要高于他们。 其实从前两局的表现来看，马龙总体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。两局的比分看，最后都是11-9险胜，但是从局面来说的话，马龙基本上还是能够控制住局面的。追回来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容易。我觉得今天跟之前的这种交手的战绩有关系，这种自信心方面还是差了一些吧。其实削球跟攻。 这个我们说主旋律吧，主旋律的球，到底发挥的如何？
好的，拉直线，吊上来。看到一个镜头，不是镜头，就是我自己看到的，在我右侧，你跟王励勤的菜局。我要来参加这次亚运会。如果能够打出高质量，很有威胁。对对，左右相对还要容易一些。发挥啊，一看一点不像这个一名老运动员。嗯。弹技，程敏呢也转型成为教练，柳成敏呢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。在之前我也看过一些报道，就说刘南奎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输球，但是呢，我们精神不能被摧垮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把位置放低去拼对方。精确的去掌握，我觉得从这种大场地来说的话，可能对削球来说更相对有利一些，因为他的球。我们也看到马龙还是有很大的自信心和把握，能把比分追。少攻，这种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尤其是关键球，尤其是落朱世赫落后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采用这种积极进攻的这种方法。从长计议，也不能太着急，因为对方打疯了。对。有很明显的优势。和中国男队呢，在亚运会的交手历史上，中国队是5胜1负，这一负呢，就是在1984:5负于了韩国男队，当时是韩国的名将安宰亨拿了2分。男单冠军是被刘南奎获得。好球！王励勤，我看马龙啊，肯定会越打越费劲，肯定是很
艰难的一场比赛。这点体现出来，尤其是中间那种线路。意料之中，其实一场比赛要允许自己犯错误。啊，中国乒乓球的这种训练方式啊。是啊，在日常训练中、比赛中的一些习惯啊，其实第三盘哦，哎，你看他这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通常就是说削这个。阻碍之后，他还能够再进攻。那有的你看，女运动员削完以后，她上来以后，哗一口气儿泄了，完了啪打出去了。但是朱自赫他，好的，要的。再一个呢，需要一些狠的冷板，中性球现在少拉。球啊，就是马龙要下手要坚决。好球，过硬啊！只有练到炉火纯青，才能在这样的。看朱世赫需要伺机进攻，第二板反拉，第三板马龙继续拉住，马龙吊短，对方反拉，马龙再发力，马龙卷斜线贴一板，马龙再发力，啊，也是一个极大的享受。上手，哎呀，这个球啊，马龙什么原因啊？这球，这球我觉得马龙太想拉一个落点了，太想拉。吊短，一分。看到他正手的这个反拉，在关键时刻那是多么的有把握呀！对，一个危险的信号，是马龙的肩部，马龙这个拉。那他落点上也欠缺，被马龙防住了这板进攻，
好球，后半的进攻。马龙看准旋转之后带一点抹的这样一个滑板的，淋漓尽致。我认为朱斯克斜线，马龙吊上来，直线，非常好球。的技术战术这种水平充分的体现出来了，也没有留一些遗憾，再加上主场的关。